硬币大师陈仰佩。欢迎大家，好的 ，OK， 好，请，谢谢卡。长发，我们一般不外乎就是 classical punk、finger punk。那其实 finger punk 有分两种，这个的发明者叫 Chuck Lama， 他是表演那个 hanging coin， 有人叫 tangtai punk， 有人叫Goldman Peach。你可以自己练习一下啊，你一把手沉进去，好跑过来。很像突然空手变成一枚硬币，就是三枚硬币从左手跑到右手的同学，然后他就跑过来。你可以稍微记一下，因为大概有20几种，我等一下会讲完。跳起来，把硬币夹到你的小拇指上，这样没有，好像没有，好，大家可以继续练习。好，下次这样。好，那我要讲解也可以，就是藏在这里，你把它存上来，把它夹下去，这样。非常简单。我先教一点扑克牌好了。接下来的数字是23，黑桃四。有没有看过引擎牌？有吧？我接下来把你的牌清出来，有没有看到？把牌要拿起来，然后把它翻面放到中间。所以你的牌现在在中间，我把它倒出来。OK， 好，所以里面也会有一张。是反哦，非常反的，就是这个牌，好吧，再接下来，接下来我要做一件事，就是把牌移到第一张，我只要弹一下牌就可以跑到第一张。还有活着吗？好，我知道这的确比较难。好，那你们这边是长方角度，我这里三枚，就一枚跑过来了，没看清楚，再一次，直接挑战我pass 非常快，我直接挑战你的视觉，还是眼睛业障重之类的。